来，我们先从这边开始讲哦。猫咪摄食皮肤，狗狗主约啦，内底有熬汤诶，然后制作诶炒菜。啊是啊，我刚才忘记领了，等下再领好了。我先升个等级。哎，哦，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的那个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出其他的造型了。这边我等下再升好了。现在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把下面这边升一升。好，我们等下再领挂机奖就好了。这游戏我要怎么讲啊？我觉得呢，算是休闲的游戏，就这样。好吗？就用自己到这边好不好？对吼，我觉得可不可以再看一下那个？哎，你等下抽，那你等下去抽，然后我下集再跟你们分享那个其他东西。嗯。